今天是第二天，我们要从 Climb Call 去到 Cambodia， 然后刚才是一路上，现在下了过来，然后回来又是一路上，看看，我才走了大概不到1个小时45分钟的路，就是这样。还没在后面来着，所以今天大概要走10个小时，加油啦！我已经爬到要死了，你看为什么这样 challenging？ 你看那个人，救命！大奶奶的，西北鞋好不好？还没有完呢，上面你看，回家。